修理，你换还是坏掉才换？刚好发现坏掉。好发现了、啊，好、哦。哦，错者。哦，一台车发起来放炮，一下，叫人来放炮嘞。厉害哦！哎呀，发起来，叫飙起来。梅子，有认识他吗？你不认识。嗯。这个是大范的儿子，大范哥。大范是骑鲨鱼头。嗯。哦，好像有印象。他现在在桃园。哦，是哦。在观音。他、啊、做的还好吗？还好。习惯吗？还可以。会累吗？刚进去学习。一定会累啊。只是用兴趣支撑，都不会累。别个啦，唔是用讲的啦吼，会惊别去啦吼，惊无边啦吼，袂使惊，袂使用讲的啊，惊别去，古早咧修理车拢用讲的，怎无咧？怎啊讲？妈妈都用讲的，也够，不好。还有专用机器较好啦吼。嗯，慢慢比，来数数喏。对啊。较会平静，佫较袂受伤啦。哦，这若有影，就徛徛嘛袂知啦，会显啦。我嘛是本身小弟学徒仔退休的啊，是哦，嘿，所以对这学徒仔较兴趣，今天团员要来翕相的，嗯，明天会比较多啦，明天人比较多，明天会比较早上吗？可能要傍晚，傍晚哦，下午傍晚会比较多。啊，今天不是开始哦，刚开始而已哦，对，刚开始，可是通常是第二天人会全部到，对，还没不会全部到，哦，综合是在明天晚上，哎，对。哦，你们车队这他们活动的期间跑1000多公里了，4000多公里了，跑4000多公里，哦，前几天你说十几号就开始了哈，十七号就开始了，严格讲应该18号凌晨呐、啊，好，17号晚上就集合了，17号我们就出发了，哦，就出发，从哪里？我从新竹过来啊，嗯，你也是跑苏花吗？还是？高雄，绕了不知道几个地方，出发全部都走，都有了，都走好几遍了。哦，去年两天就过五岭就过三次。好，去年啊，今年这次要是今年哦，今年的我们那个万里征程是，我们亲戚也有一个陈顺德要参加啊，嗯，陈顺德，你跟你们有没有同队？陈顺德有听过这个名字。我们那个亲戚，我的妹那个他住哪里？他住那个中和，台北中和。这名字我也听过。哎、欸，他今天要来啊，所以我才知道今天专程来啊。我是没有。住花莲。没有，我是从台北啊。我妹妹开花莲开民宿。哦。啊、在那个七星潭跟那个火车站前面那里也有两个地方，两个民宿。新城那里那里就是新开的那个那山那海。那新开没有多久，在七星潭那边，他火车站是听过哈。明天早上会七星潭拍日出。明天早上啊、哦，早上啊、哦，半七星潭看日出。这会全部跑过去啊、哦？对啊。哦，那我刚好住那边啊、哦。我晚上还住那边，这边已经没有位置了。我日出，然后我们还要跑天祥转一圈出来。从那边进去再出来啊、哦。哦，是这样子活动的。可能那个旁边那个细路。细路无够吧，再较容易走水，都较快派啦。转起来也有点声音，骑起来有点声音。对，因为会抖，会抖了啦。骑太快，怎么听得到那个声音呢？不要，你要讲说，我是老人重听，电视都这样。我是被你排气管的声浪震到，我都在你后面，我为什么都在你前面？从后面传到我前面来他们有人说换胎就直接把底压链给换掉。要都会检查，我早上就几个，只要换胎就帮我换。前轮的，因为你前轮磨2万多嘛，最好把它换掉了。哦，这个它没有细乳也是容易坏，它要加一个细乳，以前的车有加一个细乳，像这个加一个细乳哈，比较不容易坏。是还没到那个程度，可是它的对在那边那两颗有点脏哦，可是它的颗粒感就很重。颗粒感，对你转转看，有点脏哦。要用手掌握着，你握着的时候它
黑的，他知道用布包着玩。有没有？就一颗一颗的感觉。哎、欸，那就不行了。那这个也会破，也会爆裂的。会破，会裂掉啊。重的话会破。会，这不能骑啊，它会。珠子会跑出来。会，珠子跑出来就会卡住了啊。哎、欸。真的不太建议太长。你骑回来至少你要保养，保护它的话就是把它破掉。像你表面刚刚出门会有人笑你，不然你表至少景哥都会先笑我。你表面会氧化啊，还是加紧要顾啦。那我们金属的表面会氧化掉。我镀膜镀了两次，还是一样回归，没有用。可是比较好清洗吧，比较好清洗吧。嗯，没有吗？这个刚开始有了。对啊，就是刚开始洗车洗个几次以后就没有了。可是像镀膜不是洗车就不要用清洁剂还是什么？我懂了，没有用过清洁剂，我都只有清水洗过。我洗车从来没有清洁剂。就好了，没有没有，我要上永力啊，我只是让它到底，也不要用这个打，我这都拿来拆装，然后到底，这样可以。我以为这样，这样只是速度比较快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应该不够力，这要锁到88吧？对，这种轮这个螺丝那么大，那个应该太小。好，谢谢。掉你咯，马上塞出去，再等下唔掉吼。无即台阁无刷哩吼。这是个人还是公司的？公司的呀。公司的呀，公司给你塞出来啊。三四年咯，机械科的嘛吼。我唔是耶。你唔是哦，一条二三啊。有兴趣啊。甲奥多麦同款，一条二三的吼，唔是读其他个哦。哦。一只学做重机的，学重机的哦。所以是实话，学这个绝对不会错的。对。有啊，有兴趣去了解。今麦来试试机，佫开始佫好吼，今麦开始放行哦。啊、你车派来，甲因讲，打电话公司讲的，派来修理哦。要预约呀、啊。好、哦，预约呀、啊，好、欸，先要进场要先预约、啊。先预约哦、啊，多少钱买先？太多人了，都好几千人的。哦，对了，啊，看要多少修理就对了。欸、我计是讲直接派甲，直接甲因讲，叫伊来来甲你修理的。可以啦。嘛是会使的。一定要电话跟他讲，你走不动了，你没办法进场了。好好好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好好好。在过路了，那过路一定要派人过来了哈。他们很热情，立刻就出门，马上就要来哈。只要能走，有人叫他立刻来，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分钟。哎，这种速度都要快了哈。快到家，嘛是要气一下，气一下啦，对吧？老婆的没有、啊、这一次、啊，他只给一次呀、啊。那你老婆的有报吗？